爱真健康，青春有够样。我是博任，今天呢是我们的环保日，就让我们一起做运动，爱地球吧，加油！加油！那就让我们开始做运动吧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大家有看到很多袋子了吧？我们先扛起一个袋子，从右边拉起一个袋子，很好。然后双脚朝向前方，做一个呢单边跨步的动作，再拉回来，对，狂舞，然后单边跨，再拉回来，一样哦，好，同一边，很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做三次就好。然后我们换另外一边，假设我们这边扛完了，现在换另外一边，左边扛过来，那变成是我们的右脚往前单跨步，拉回来，很好，拉回来，再一次，三，拉回来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的扛物单跨步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东西都集中在这边了，我们开始做分类喽。好，怎么分类？来，我们想象做一个透明的椅子，所以做一个宽墩。好，把我们右边的东西拿过来左边做分类，哦，往左边放。很好，如果这个部分想要累一点的话，就蹲低，然后手快。很好，好了之后我们先站起来，因为我们现在分完了嘛，换这一边要分过来了。好，现在换蹲这一边，从左边把东西拿过来右边。很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动作，叫蹲姿做环保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第三个动作来了，我们环保也做好了，分完类了，我们要跟大家感谢，所以我们做一个微弯膝的鞠躬，感谢大家微弯膝，然后做一个鞠躬的动作。好，也去训练到我们核心稳定。好，来第二下。对，这个重动作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，主要下去的时候不要驼背，哦，身体是保持中轴稳定的。再上来，再一次哦，下去，起来。很好，下去，起来，漂亮，好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就是我们要做环保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东西，大家准备扛起我们右边的东西。好来哦，双脚朝向前方，准备好了，先扛物。好，开始做跨步前行，开始。对，把东西扛过去，很好。来三，加油加油。好，来四，很好。五。不错哦，好，来六，起来的时候记得吐气哦，吐气，很好，再一下，好，来换边，换扛左边，好，来开始，一，很好，二，对，下去的时候膝盖跟脚应该尽量抓九十度，对，九十度，上来，再一下，再一下哦，好来 ，OK， 好，我们开始喘息一下，我们这个部分的休息做一个爱心走。因为感谢大家今天来做环保，非常有爱，哦，然后喘息一下，好来三、二、一，好来开始哦，蹲姿做环保，宽蹲蹲下去，好来开始，把东西拿过来，对，右边换到左边，很好，保持吸吐吸吐吸吐，很好，如果没有办法蹲低的人没关系，可以蹲高一点点，加油，再五秒，好，我们先站起来，现在换这边分类哦，好来蹲。好来，换左边分到右边，加油，保持吐气，很好很好。手部分我们可以快一点，对，因为今天非常多的环保东西要分类，我们要快，我们要快。好来，准备喽 ，OK， 好来站起来，好一样做一个爱心走。这部分呢可能会让你的脚非常酸哦，所以可能我们多走个五秒。好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来准备喽，做一个。鞠躬，微鞠躬，好，好来蹲的感觉，对，微鞠躬，对，微弯膝鞠躬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好，记得哦，不要驼背，身体保持稳定的，然后起来，吐气，鞠躬，吐气，好，感恩大家今天的付出，吐气，很好，再十秒哦，不错，保持稳定哦，来，再来。三，好来二，做一下哦，一，好 ，OK， 来做一个爱心走的动作，很好。那因为呢，我们还有一点力气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来做几个跨步，往前跨一步，好来拉回来，好做一个小跨步的，好伸展，对，拉一下，很好，再一次，好小跨步的伸展，最后一次。好 ，OK， 好，开始，保持轻松，好，好，希望今天的动作大家都有学会了，那就是我们下次运动，下次见喽。